起来找找线索吧。让我来看看线索。这分明有人偷吃了。一定是为了洗掉手上的番茄酱，然后去洗手间了。哇，你真聪明，快走！你看，有很多乐高积木。很可疑，到底是谁呢？难道是拿着这些积木玩耍的人？我们出去看一下吧。哦，对。太明显了，一看就知道是吃完披萨一定要喝可乐的人。哦，我想到了，侦探，喝完可乐得用杯子，只要好好观察这个杯子，就可以找到线索，对不对？好聪明！太好吃了！哎呀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是蜘蛛王，讨厌蜘蛛王，真是的。